随着 3C 产品轻薄短小需求，三维金属线路最大优点是适用于不规则之塑胶基材上，形成 3D 立体电路，充分利用了产品表面所有空间，使得线路更微型多样化，可广泛应用于天线、车用电子、穿戴式电子等。发展雷射诱导金属化技术，借由独创之纳米触发胶体，辅以 3D 涂喷制成，能于 3D 基板上完成基层式金属图案化制成，且不受产品基材与体积之限制，最小线宽为30 μm。